哇，这开车的是什么鬼？开车的车的飞天要飞挂壁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听见阵阵车声，我感到非常哇哇，哎呀，他车上有人，你知道吗？那肯定有人啊，不然谁开他呢？这玩个屁啊！祝你全家死啊，操你妈！打他呀，你打他呀，你都是干嘛的？看到。我操！打下就靠你了，就靠你们大爆了！呼呼呼！我去！追杀外挂！来了，来了！举报，整队举报！换车，打人他！这打不爆，求你吗？没子弹了！举报！我去！举报可以，举报作弊，选一选，再选一下，选一选。好夸张啊！三人都要举报。我服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真的服了。举报就强制检测，他会检测证书。我在看他的淘汰画面，你知道吗？还不止他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肯定不止。两辆车在天上飞，他们还有 YY 群 YY 号，我操，有点恐怖。YY 号多少？妈，我要去骂人。我看一下，我没看到。在哎，我操！一起去骂人。代号多少呀？792138。他的车是无敌的吗？啊！冒烟了呀，刚刚那车。这个他妈这个外挂也太变态了吧！毫不掩饰。毫不掩饰，毫不掩饰，毫不掩饰，毫不掩饰。在我们整队三人举报一个多小时之后啊，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啊，四个字，大快人心啊。那么事实证明，测试服里面举报呢，也是可以封这些挂壁号的，大快人心，真的大快人心。这晚上跟白天有区别吗？看风景，看北极光。说真的，没比跟白天没什么区别。官方还在根据官方，你特意说我们增加了极光亮度，让大家。一晚不是影响玩家视野，以便于玩家找寻目标。夜晚他喵的不就是为了影响视野吗？那为什么要玩夜晚呢？不然，哎，我还是想念以前的那个物铁，这样挺好的，是挺方便的哈。但那是配件吗？得搜，得有个运气拿的。哇哇，这种感觉好爽啊！哇，撸上瘾了。枪本来是斜的，然后你再测一下，它不就正了吗？是不是还是我？开一下试试啊！不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光，我突然想到一个远古，就是丑了点远古武器。我看这个镜子装在上面有点违和，说实话，这跟白天有什么区别？天哪！就是从看白天的风景变成了看极光。这大圆月我要变身了，哦，搞彩蛋对不对？我操！山下还是山上？还是有点黑，还是有点黑。我这还有一个，我又看到一个人。山下吗？倒了，两个圈套，我面前还有一个，三个圈套。我是。我面前好像看不清楚，我看到了。山上啊！我操！我山下。我说实话还是有点黑啊，你看到了吗？抱歉，我看到了。我真的黑，真的黑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看不清你。哦，死了！我操！牛逼！没死完吧？死完了呀！最终淘汰三个，还有一个，四个。那他们会为什么一起死啊？他们一起死、啊？他被别人打死吧？有把98K的声音。他死啊！他应该被98K狙死。我操！我们不应该说这游戏太亮。他有的地方特别黑，人特别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What the fuck？ 你在干嘛？你过来看就知道。你自己过来看干嘛？发生了什么？哎呦！太过神奇，太过神奇！我跟你说。
他应该是忘记把这块抠掉了。